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好事多的清仓减价和热卖商品。现在我们的频道在全美各州实地现场拍摄，介绍好事多的商品信息，所以关注我，带您全面了解美国的好事多。井村屋这款原味日式烤海绵蛋糕，一种很受欢迎的传统日本甜点，松软的烘焙海绵蛋糕湿润蓬松，略带甜味，令人愉悦又美味。用简单的原料制成，不含任何油和添加剂，是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完美甜点，可以茶或者咖啡一起享用。食用前去除掉蛋糕顶部和底部的衬纸，3个6.17盎司，现在价格13.99元。这款7件套炊具被称为锅具中的劳斯莱斯，具有不粘的内部和外部，有获得专利的混合技术，结合了不锈钢和不粘烹饪的特性，耐刮擦，重型铝芯提供均匀的热传导，可用于洗碗机清洗，也可安全地使用金属器具。烤箱安全温度高达500华氏度，适用于所有炉灶面，可终身保修。7件套包括2个12英寸、1个10英寸和1个8英寸炒锅，另外还有1个12英寸、1个10英寸和1个8英寸的带不锈钢边缘的通风钢化玻璃盖。现在这一套正在特别活动，限时优惠，每套349.99元。这款来自台湾的特级黑豆酱油，天然无麸质，原料包含天然酿造黑豆酱油、糖、水、糯米、酵母提取物，不含脂肪，每15毫升含有730毫克的钠，添加有5克的糖，20.3盎司，现在价格14.99元。双面双色绒毯，现在清仓特价14.97元，可机洗，尺寸是60×70英寸。来自台湾的传统美食喜福楼农历新年年糕糯米糕，开封后需要冷藏，最好在1天内食用完，未开封可存放在阴凉干燥处12个月。这个礼盒里包含有2款原味和1款红豆味，要注意的是每款每份大约120克，添加有24到26克的糖，总重量63.5盎司，1800克，现在价格13.89元。喷气式鼓风机，现在清仓特价199.97元，帮助清理树叶、灰尘、蜘蛛网等。涡轮按钮可调节空气动力，每次可运行45分钟，每小时空气速度可达170英里。这款可8年免费更换电池，4年工具和电池保修，配有肩带、锂电池和充电器。这款是来自澳门的英记饼家原力杏仁饼，它的原料里包含了不太健康的成分，用棕榈油、香料等合成的植物起酥油，每一份20克，含有 1.5 克饱和脂肪，添加有5克糖，总重量是 9.75 盎司，560克，现在价格是17.99元。中等重量的狩猎裤，现在清仓特价29.97元。外层面料超静音，柔软，有轻微拉绒，坚固，防水抗风，防水的拉链可保持温暖和干燥，有可靠的抗菌和气味控制，舒适合身，适合叠穿在轻便服装或者不防水的狩猎服装上。欧乐 B 木炭牙刷，现在清仓特价9.97元，注入了木炭的十字形刷毛，去除表面污渍，自然美白牙齿，有软毛和中等硬度刷毛，1套6支。韩国正宫庄高丽参饮品，由在韩国生长了6年的高丽参制造，饮品里另外还含有5种天然草药成分，不含咖啡因，无人工色素，非转基因产品，成分里包含有枣果提取物、麦芽提取物、高丽红参根提取物、香根提取物、肉桂皮提取物、枸杞子提取物、人工香料等，每天可服用1到2袋，避免暴露在高温或者阳光直射下，开封后要尽快食用，不要加热。30个1.69盎司，原价22.79元，现在减4.8元后17.99元，优惠至1月29号。有线震荡多工具套件，现在清仓特价79.97元。3.5安培功率强大的电机，无需工具的创新设计，
可快速安全的更换配件。超宽的 3.2 度摆动脚提供快速和精确的切割，可变速度以实现最佳性能和控制各种材料，共25件，配有工具收纳包。新东阳果汁牛肉干，正宗的台湾亚洲风味沾甜牛肉干，含丰富的蛋白质，不含麸质，没有防腐剂，手工制作，在美国制造，不含反式脂肪，每份28克含有8克糖，9克蛋白质，不含味精，总重量14盎司396克，现在价格13块7毛9。这款白油肠，中式广味香肠，使用前需要在沸腾的水里煮15分钟，开封后冷藏，两个21盎司，现在价格12块9毛9。同品牌的五花腊肉，在上个视频里有给大家介绍，点开上面的链接就可观看。视频里另外还有超多的热卖和清仓减价商品。另外，现在华人朋友们喜爱的这些亚洲风味的食品，很多都有不同幅度的涨价。比如大家熟悉和喜爱的这款采用上等鲜蚝制造的李锦记特级蚝油，一瓶32盎司907克，从6块8毛8涨到了现在的7块9毛9。这款来自马来西亚的金华蛋黄酥，一盒8个，总重量 19.7 盎司560克，从16块4毛9涨到了现在18块4毛9。这款金燕窝有机冰糖燕窝饮品，一共8个8盎司，现在价格22块9毛9。注意，每一瓶8盎司240毫升添加有15克糖。另外还有这款枣加核桃，虽然没有添加糖，但是每两个枣加核桃大约30克就含有13克糖，一袋 16.75 盎司，现在价格9块9毛9。正宗的台湾糕点凤梨酥，内馅是浓郁甜美的菠萝酱，质地松软且带有黄油味，是茶或者咖啡的完美搭配，每个 1.7 盎司都单独包装，一盒共16个。注意，每两个凤梨酥大约96克，含有11克饱和脂肪，另外添加有28克糖，总糖29克，现在每盒14块9毛9。这款在美国好事多网上也有售，每盒跟店内同样的重量，三盒一共49块9毛9。彪马的偏光太阳镜，现在清仓特价19块9毛7。一般的太阳眼镜只是减光的作用，无法过滤光线，所以只能减低眩光、紫外光等的强度，无法完全阻隔这些有害光线。而偏光镜片则因具有偏光性质，所以可完全阻隔因散射、曲折、反射等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刺眼眩光，同时也能将对人眼有害的紫外光线完全阻隔，使人在强光下长期活动时眼睛不易疲倦，达到真正保护的功能，而且能让看见的东西更清晰立体。彪马这款偏光太阳镜，灰色镜片，可百分百防紫外线，还可防雾气和湿气，背面还有防反射涂层，另外配有眼镜盒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商品来自华盛顿州的西雅图，地址已经写在了屏幕上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